然一条打线串起来，如果都有适时的发挥哦，那其实对于魏建龙队真的很不错的一个表现哦。哎呦喂，什么东西都挂手机啊！哇呀，手机还掉到了场内啊！以邵猛哦都有很不错的一个表现哦，所以这样的一条打线串起来，如果都有适时的发挥哦，那其实对于魏建龙队真的很不错的一个表现哦。哎呦喂，什么东西都挂手机啊！哇呀，手机还掉到了场内啊！注意脚步哦，哇，球童现在还有这个递送手机的功能，这万一丢上去又没丢好，又再度的。